是中兆炎、中兆尊，好的，一个是跨栏，这差一步就拿下金牌。但是老师还不太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转播那个群众院的时候，还是我们两个有没有上去讲那个跌倒的状况？老师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哦，那真的是很可惜，到原本是第一名，结果最后变未完赛。所以他如果在终点线之前倒的话，他的胸部有过的话，他肩膀有过的话，就还是算对。可惜肩膀没有过，就是很可惜。对选手来说真的非常可惜，希望今年的这个全运会能够缴出好成绩呀。选手到此介绍：第二道宜兰县林佑轩，第三道台南市张嘉瑜，第四道台中市陈玉成，第五道桃园市钟兆炎，第六道云林县林美秀，第七道台北市翟成新，第八道苗栗县叶米山。那第七道是翟成新，刚刚我这边不小心口误。回去罚写十遍，这个字这个可能比较不常见，记错了。填写的护理市长就姓翟，哦，翟写店，田径协会的护理市长。好，鸣枪出发。这组目前取得领先的感觉是第五道的钟兆炎，跟着是第四道的陈奕成，目前应该是取得领先。那第六道的田美秀在第二名的位置。第四道，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四道的陈奕成。台中市陈奕成。是目前这个第四道的陈奕成领先是有拉开的，最后也是拿下了第一名，16秒45，来自于台中万和国中二年级的陈奕成。陈奕成哈，他国中生，他真的非常有机会在这一次的比赛做王毅，是他国中生而已，他55秒多的实力。是，而且他目前是已经是目前的分组，就是目前全部比下来，他是最分组成绩最快的一位，得到了56秒45的成绩。恭喜陈奕成以分组第一进到了国中生，跑得非常好，非常有潜力。对，那因为我们看到名册的时候，有看到大会纪录保持者，结果没有下来，没有来比赛。杨瑞先是。我们就是自习社里面有看到杨瑞先的名字，但可惜。